Hello， 大家好，我是钟成翰。我在《因为你如此耀眼》里面饰演的是张兆勋，他是很容易把自己情绪往心里面去的人。当然，跟他的原生家庭有一些关联，有很多不得不的原因造就了他一个很沉的个性。我本身就比较开朗、阳光一点，所以接触到兆勋的时候，他有很多阴暗层面，是我觉得这个人的痛苦为什么不跟大家说，然后要自己吞。当时我们会做这样的决定是为了生存，而现在我们所做的弥补也是为了要缝补自己的心。拍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跟兆勋相处的蛮好，跟他的默契当中寻找了一个平衡点。我都希望让观众可以看到他有还是有一些不同层面，包括他很多举动他是很真实的，他也是很温暖的，只是说他面临到愧疚这件事情要怎么看待。那人与人之间他碰到了星星，然后他跟星星里面的那一份愧疚的情感要怎么样磨灭。我跟兆勋呢，其实我在跟他在里面，他饰演的是天宇，他是夏天宇。但因为我们家跟他们家的关系啊，爸爸也在他们家工作，我也在他们家的企业里面工作，这份情感其实很深厚。那我跟兆勋私底下我们常常就会聊说，哎，这场戏我们可以加什么，比较更轻松有趣，甚至于更多笑点。我们私底下都很开啊，就随便乱聊，随便乱哈拉，随便乱玩，甚至加一些梗啊。拍摄出来的东西我自己也还蛮期待的，就是我跟兆勋兄弟情感的互动，甚至于因为某些原因到后面兄弟可能会因为现实层面会开始有所拉扯，这些都是很精彩的戏，希望你们期待。